清晨，东南沿海某机场，东部战区空军任务飞行员驾机起飞，战机挂载实弹直冲云霄。发现敌机进袭，立即前往拦截。战机升空后不久，就收到地面指挥所的作战指令，战机按照作战编组及时调整队形，加强协同配合，抵近任务空域。飞行过程中，根据周边态势调整兵力布势，制定拦截对策。武器系统正常。拦截编队飞抵目标区域，在空中指挥员的指挥下，迅速与水面舰船建立协同关系，占据空中有利态势。完成目标分配后，长僚机密切配合，前后舱分工协作，进入待战接敌状，锁定发射，连贯实施。攻击动作完成，战机迅速机动脱离，转入巡逻待。行动中，支援保障兵力与空中作战兵力密切协同，保证战斗机长时在空，持续封控。某新型加油机根据作战支援需求，在预定空域建立加油阵位，做好送油准备。两架战斗机根据油量规划，按照既定航线飞抵加油阵位，受油顺利完成后，迅速返回行动区域，继续执行联合封控任务，保持随时支援状态。战机到达后，我们按照动作规范密切协同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双机对接加油，发挥了空中战力倍增器作用。据了解，战区任务部队还同步组织了海上搜救、弹药物资补给、装备器材抢修、伤员救。